第十二题，已知该神坡的坡长为二十公分，请问此神坡的坡数为多少？根据我们学的坡数公式 ，v 等于 f 乘以 lambda 频率乘以坡长。前一小题已经知道我们的频率是5赫兹，这一小题告诉我们说坡长是20公分，所以算出来答案就是每秒钟100公分。所以第12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此神坡的坡数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每秒100公分。